大家好，现在是2019年的1月3号星期四的上午11:10。现在我继续呢就在这里呢就是主持这个谈天说地的。我现在呢就开着两台机的，一台手机，一台呢单反机。这部单反机呢是佳能的 80D， 另一台呢就是用手机拍的，手机呢就是三星的 SX7。 我两台机呢同时来 去拍住我这个视频的。为什么我会用手机帮埋单反机一起去拍视频呢？我想呢就是对比一下咁兩台機嘅嗰種區別。咁早兩日咧，咁我用呢個單反機幫埋嗰部，即係嗰部又係佳能嘅 G7S 嘅普通相機咧，咁樣咧我就一樣係咁同時拍咗一個對比。咁咧就發覺咧就係呢個單反機個顏色咧就係還原得比較好。咁现在我又用这个三星手机，三星手机其实我觉得就是三星手机不是单反机的那个画质很接近。现在我这部 S7 这部手机我在这个电脑城里看就是400多元，即是还是400多元。当然现在就是这个手机已经是这个三星机已经出到 S9 了， S9 大概卖800多元，即是美金，它的功能应该是很强大的。现在 S7 来说我都觉得就是，即如果是去拍这些这样的视频就绰绰有余的。我觉得它 的颜色即都是比较清晰。单反机我是當然啦，我以前咧就係都好中意用呢部三星機去做節目嘅。咁我仲有一台咧就係嗰個中興機啦。咁中興機就偏藍色，咁我買咗個中興機啊，因為我比較愛國，咁我買咗嗰個中興機，咁都係偏藍色，特別喺室內。如果喺室外咧啊，室外咧就係仲可以，但係室內咧咁啊嗰部國產的手機咧，咁個中興咧就係比較即係偏向藍色，咁就冇呢台三星嘅 S7 啊，咁即係咁好嘅喺室內啊。咁我之所以要用喺室內嚟去做一個機與機之間嘅對比咧，先能夠即係睇得出佢個功能嘅。如果你在外邊嚟講咧，就係即係光線充足的情況下咧，咁其實咩機都係好靚嘅。啊，就係一睇一部相機幫埋手機嘅嗰個功能好唔好，嗰個機器嘅即係個錄像嗰個功能好唔好咧，關鍵都仲係要喺室內嗰度係做對比嘅。因為室內咧就係光線係比較暗嘅，好似而家咁。我雖然話而家咧係日光日白，咁我喺室內啊，雖然話係有一個窗啊，咁啊即係好多加州陽光曬入嚟啦，咁即係光線都非常之充足嘅。咁我咧就同時咧，我平時做節目啊，嗰開始咧就係用單反機嚟去拍攝嘅。咁拍攝即係我就好滿意，即係呢種光線啊，即係呢種厚邊啊，呢種即係冇話偏紅啊，或者係偏咩顏色，咁啲顏色咧就接近，即係接近真正嘅還原嘅嗰種顏色啊。咁嗰部即係嗱呢部咧，我指向呢部嘅呢邊嘅，因為我係呢邊嘅就係三星嘅手機嚟嘅，三星手機。呢邊咧就係單反嘅，啊呢邊啊，即係右邊啊，右邊係單反機，左邊咧就係手機嘅。咁而家咧兩台機啊，咁兩台機我同時咧就係即係面向我嚟去拍嘅。
咁我要做一個比較。咁啊，比較咧點先能夠比到較咧？咁只要一啱拍完之後咧，我要將兩種即係個視頻啦，用軟件合成一齊，咁樣對比一下佢嗰個光線啊，嗰個顏色啊，咁啊先咧。咁而家我唔知啊，我而家唔知道啊，因為我拍緊啊嘛，我唔知道。咁即係我都覺得咧，就係三星機咧係好。咁另外咧，我又睇到好多啲朋友買咗啲蘋果嘅最新款啦。咁佢係拍嚟嘅個視頻，你喺室內啦。咁即係我曾經去飲茶嗰個室內嘅光線咧，我用蘋果機幫埋三星嘅手機嚇。去做一個對比，室內拍攝的對比，咁我都覺得咧就係、蘋果機咧就係有啲偏紅嘅，即係顏色係偏紅色嘅。三星咧就還原得比較自然，咁好多人咧咁都講話三星機咧就係即係嗰個無論係拍攝啊、影相啊，包埋嗰個視頻啊，都係優質於蘋果嘅，但由於蘋果嘅名氣可能比較大，有好多人係中意，而且即係話偏愛嗰樣嘢啊，咁所以咁樣啊，咁當然咧，對我呢啲咁中意去拍錄像嘅人咧，咁當然我係側重於咧最緊要咧就係嗰個拍攝嘅嗰個效果啊，錄像嘅效果係好緊要噶。嗱，咁我而家咧就係面向呢個三星手機嘅 S7 啊，嗰個機嚟咧，嗱，咁我哋就係面對佢傾嘅，嚇，又對住我嘅，咁睇上嚟啊，今日都好精神啊，睇上啊，精神奕奕啊，咁帶條靚呔啊，呢件衫同樣係大陸帶嚟嘅，嚇，好，咁我而家就面向呢個單反機啦，咁同樣係做一個。直接面對的、三星機呢它那個液晶比較大，液晶屏比較大，看上去很舒服。這個單反機呢 它的液晶比較稍微比較小一點、就不同，因為現在手機越大越好嘛，你才可以看到那些東西嘛。以前咧，我記得咧就係手機咧就係好大部嘅，有大哥大嘅，好似磚頭咁樣嘅。咁後嚟出到諾基亞咧就係開始慢慢細部，慢慢變成998。998嗰只咧就係摩托羅拉嚟嘅，更加細，好細部嘅。咁嗰時候啲手機越細越好嚇，咁啊袋喺個袋度嚇，咁即係好方便，越小型化。咁隨住嗰個叫做多媒體嘅嗰個手機出現啦，咁啊慢慢啲手機又越變越大，咁啊而家就大嚇。手機而家係可以當成一種電腦嘅操作嚟用嘅，咁我而家咧都係拍所拍嘅視頻。之所以我每一日咧出片率咁高，一日有時咧就係五六七六像，好多得咧就係因為有手機變成咗電腦嚟去用，即係使我好容易編輯，亦好容易上傳上去，咁係效率上係高咗嘅，效率上好高嘅。如果我攞電腦嚟講咧，我當然拍咗之後咧，咁我會拎出嚟，咁只局限於喺室內度編輯。咁好多時候咧，我係將手機隨身攜帶去飲茶都好啊。咁當我拍咗咩錄像，我可以將佢馬上就去編輯好。咁遇啱有 WiFi 嘅嗰種環境下咧，咁我都會去上傳上去嘅。咁上傳上去，所以係變到我隨時隨刻可以攞部手機去編輯之後，效率大大咁提高咗，所以而家呢一年嚟講，即係上一年啦，咁我拍嘅視頻係非常之多嘅，
就係好大嘅功勞，就係因為而家嘅手機可以做到電腦所做嘅嘢，而且係非常之方便。因為方便，咁先嘢係讓我即係好樂於去喺外邊啊拍啲視頻啊去上傳嘅。呢樣嘢係一個特別嘅，係一個特別嘅地方啊。所以我係啊，而家我就係偏向於啊呢個嘅。咁而家三星啊出 S9 啦，咁佢功能更強大，速度更快。咁其實如果係真係可以有 S9 嚟講咧，咁啊更加我攞嚟去做電腦嘅。個速度快，但 S7 咧嘢係覺得已經係我都係好滿意嘅 S7 啫。話呢個三星機啊，我都覺得好滿意，因為我可以做到即係佢個速度快。咁起碼呢兩年三年嚟講啊，我係攞佢嚟去做一種電腦嘅做性能去做啊，而啊！呢、這個單反機咧就係我室內拍嘅節目嚟用。啊，咁我係好多呢啲咁嘅機啦嚇，有相機，有單反機，又有手機。嗯，即係樣樣嘢都咁摯愛嘅。啊，咁買得機多啦，咁即係有時我自己去拍嘅時候咧，啊，唔知道用咩機去拍有時。本身你用手機去出邊拍嘅嘢啊都唔錯嘅，但係有時啊我又用下呢樣機去拍嗰樣機，所以呢樣啊嗰啲機都去攞嚟拍嚇，攞嚟拍下啊。咁總係講咧，三即係我今日啊講手機啊，冇講嘅單反機嘅，咁蘋果機幫埋。三星機啊，我先頭講嘅蘋果機係拍啲視頻係偏紅嘅，即係底色係偏紅嘅。咁三星機係還原得比較好嘅。咁華為機嚟講咧，咁因為我手頭上冇呢啲華為機啊，咁我冇辦法去做對比。咁但係我有中興機，中興機咧，咁我都會攞中興機幫埋呢個三星機去做一個比較啊，咁有比較咧，你先會覺得啊，即係你選擇咩買機之前咧，你選擇咩機型咧，就係我提供一份參考。咁如果你係唔中意影相啊，或者唔中意拍錄像啊，咁呢樣嘢可以忽略不計。但係影相係個個人都會中意影相嘅，所以啊，咁都係啊。蘋果幫埋三星，咁因為你每人都係有手機噶嘛，咁其實只能夠講喺室內嘅比較。咁任何一種機型，記住任何一種機型喺外邊嘅外景嘅時候拍攝，喺日光日燭嘅時候咧，係非常之靚嘅。無論係國產機也好。進口機也好，三星機、蘋果機、咩機，哪怕你係質量好差嘅，以往嘅機，任何一種機型嘅，只要係光線充足，都係 number one 嘅，即係咁樣。所以我所講係室內拍攝，咁其實好多人咧就唔係話好中意喺室內拍攝嘅，就喺外邊嘅。去拍錄像咧，所以你咩機都可以用，即係我係咁樣嘅一個建議啦，即係我咁嚇今日我係作呢個一個總結嚟講，所以咁而家咧啊呢個時間哇11:25嚇，咁都係喺室內嘅，呢個時間早上嘅係2019年1月3日，好啦，咁而家咧就係、是。我呢兩部機去比較之後咧，咁我要攞佢嚟去編輯啦，咁樣，咁啊，我就係喺呢方面咧就提供一些建議嘅啫，好啦。